年行，徐梦洁学姐。OK， 我们现在已经来到了她的房车的门外，我们打算直接一个闯入，给她送一点水果补充维 C。OK， 我们现在就是要送一点水果进去。OK， 我们现在敲门吧。好，来探班徐梦洁老师。Hello， 学姐。Hello， 学姐。老师。快点，来，快去，快去，先进来。Hello， 老师。不能进来。来给你送水。来。来。哎呦，怎么摔了？怎么？没过年呢。好的。谢谢。我们。谢谢。我们。来，我们可能。我们可能就是要关上门，因为就是空调要流失了，就太热了这个天气，我怕我们的徐梦洁学姐就是太热了。OK， 来，徐梦洁学姐，你哦，我们坐，我们你们要不要坐？要不要坐？我们还是只是探访一下，就去下一家。不是，我们坐一下吧。可以啊。有我们什么衣服盖一下？有吗？毯子有吗？这是吗？衬衫吧。衬衫。OK， 我来，一个拿走。那好吗？今天好贴心啊！谢谢。我好贴心啊！我有点害羞，开玩笑的。来 ，OK。那里也可以坐。我们来坐。OK， 坐。徐梦洁学姐，我想问你一个问题。我们不看着上面的来，我自己问，你给我看看。你自己问啊？你要问什么？你是要问说谁最帅是吗？那倒不至于。OK， 就是学姐，你觉得这一次的舞台，我们合作能给观众带来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惊喜呢？你说我们自己的舞台？对，那当然就是特别不一样的舞台惊喜啊！有我在还不够惊喜吗？对，再惊喜了。Okay. 对啊，就是因为每个人的舞台其实都有他们自己的特色，但是我们要相信就是我们的舞台就是最好的。我也相信，不然我来干嘛呢？对不对？对，对不对？对。不好意思，慢慢拍。就是大家可以小小期待一下，因为你看，哎，现在是可以说我们是一组的吗？对，我们是一组的。我们是一组的。对，就是没事，他也不能冲过来说不能说。他要是不能说的话，那个后面就反正就是一个特别不一样的舞台，跟画面上看到的，因为大家都是穿的比较舞刀弄剑的样子，但是我们就是走的就是一个特别。我也是觉得，其实这次舞台呢，我也是就是就之前的舞台没有展现的风格嘛，是啊，就是一个新的我，就是这种。出来就来。我觉得很开心，学姐。我觉得你能来参加这个节目，我真的我好激动啊！谢谢，我也开心。我那天在卫生间我都哭了。好了，开玩笑。OK， 我们现在来。好的，我们现在来下一个问题。好。对，就是老师，你这就是学姐，不好意思。没关系，老师、学姐都可以。对，有点紧张，因为我有点害羞。那我来问。我有点想哭。就是，其实我比较好奇的是，就是你。就是今天见到就是少年们的第一印象是什么？第一印象就是非常的青春，还有一个就是很有活力的感觉，很有活力，就是一瞬间让我眼前一亮，因为每个人性格就很鲜明的可以看到，有些人会比较害羞，有些人会比较活泼，有些人会比较深沉，就是性格呀。还有一些人比较分裂，就会的会的，我们还会采访其他嘉宾啊。那我插播一条，会，因为你是先见到我们的嘛。那你见到我们，那当然是你们最好了，这还问？好了，走了，那走了。怎么办？就是比较护自己的仔。我觉得很好，最好，性格真的太好了。对，那还要说吗？说我搞得我脸都热了。那 OK， 学姐，我觉得我们这一次的采访就先到这里，先不打扰你，好，我们已经。你也加油。谢谢。不用加油。不是我们队的吧？但不是我们隔队的嘛，也可以给他加油啊。对，我们可以加油的。可以加油。李志诺，你可以出去了。一会儿在镜头后面就报送。好，我们已经采访完那个护宅学姐徐梦洁姐姐了，来，我们现在走了。对。然后。记得给自己准备十来分钟，脑袋顺一顺。来，拜拜。拜拜。拜拜。走，我们下。